辞职？是的。我也是。为什么？给我个理由。我没说你，我知道你原因。你，理由。一样的理由。房伯伯对我就像对待自己女儿一样，我想陪在他身边。另外，我也想陪着小龙。房小龙因为家庭原因可以辞职，但你我不同意。为什么？月，你不觉得你一而再、再而三的离开餐厅太没有责任感了吗？当初你留张字条不告而别，你想回来，我二话没说就答应了。为了你餐厅该有的原则，我都放弃了。难道你不明白我的用意吗？你该不会是舍不得他，所以不想让他走吧？是，我是舍不得，但我说的也是事实。傅小龙，月月现在是我的女朋友，所以我就不能喜欢她吗？你，小龙，老板，我知道你一直很包容我，但现在情况特殊，如果你坚持不让我辞职的话，我想我真的对不起你了。你坚持要走？真的对不起，但这是我的决定。我对你很失望。在面坊干什么呢？好像在做面。啊！开什么玩笑他？小龙在做面。小龙做面有问题吗？有很大的问题。哎，你们在干什么？和面啊！对！你怎么会想起要和面来呢？你知道怎么和面吗？我不知道，就看着办喽。你看着办怎么和就和了？你看到水多了是不是要加面粉？看到面粉多要加水是吧？你这么加来加去加来加去，万一他要超过你今天要卖的面，你怎么办？你哎呦天，过来！一天到晚一惊一乍的，一天到晚要吓唬人，你不吓唬人不行是不是？啊，你刚才倒的面粉已经超过我今天要卖的量了，怎么办？你说，哎，不对，你们俩应该是在班上的，怎么没去上班啊？爸，啊，我跟月月已经辞职了。为什么？真的辞职了？你这么好的工作，你为什么要辞职呢？我昨天已经跟爸爸讲过了，我想接下面坊。我昨天不是也跟你讲得很清楚，我一边揉面告诉你，我说你不可能，你不要考虑这个，你为什么还要来做呀？爸，别生气，回答我。爸，小时候您就问过我想做什么，我说我想做面坊。您当时以为我说的是孩子话，但爸，我说的是真的。我从小我就喜欢跟着您身边看您做面卖面，我想像您一样做出世界上最好吃的面条。你撒谎！全世界最好吃的面条也不过就是个面条，但是全世界最好的主厨，他可以把一个都市，可以把一个社会吃的文化都撑起来。你选哪一个？面条。方伯伯，小龙他真的很认真，您就答应他吧。你别帮他说话，不可能的。昨天跟你说一遍，今天再跟你说一遍，不可能。明天我就要签约了。
但是爸，您说的那个只是口头的签约，那不算签约。口头签约怎么不是签约？人讲话要有信用。爸，我向您保证，我会像您一样的用心去做这家面坊。您就给我一次机会吧。我说了不行就不行。爸，先进去吧。你还要做面铺吗？做。坐，你坐。沈律师，哎，你好，那，你现在有空吗？你如果有空的话，麻烦你现在过来一下，好吧？哎哎，谢谢谢谢。爸，舅舅，你为什么要找律师啊？要不然我怎么办？你们说，我怎么办？莫名其妙。谢谢谢谢谢，客气什么呀？打扰了，谢谢帅爷。你们慢慢聊吧。方伯父，到底出什么事儿了？他违反了和解条件。方伯父，他违反什么了？他把餐厅里头很好的一个主厨工作给辞了，没跟家里人商量，都就自己辞了。啊，方伯父。他辞职工作并不违反和解条件。啊，有，有有有有，他的有违反，有违反，他违反，他违反第一条，第二条也违反，是吧？一大早没跟大家一块吃早餐，违反。晚饭聚餐他又没到，第二条。还有，那个，每天打个电话给我，没打，违反三条。小龙，是这样吗？是这样的，我今天早上没有跟大家一起吃早餐，这条我认。是特殊情况，昨天我跟我爸吵架了，然后晚餐的话，我们这不是还没吃呢吗？我正准备吃。至于电话，我打算12点之前再给爸爸打。王伯父，您看这样行吗？他那点聪明都用到这儿来了，还是不行。我想起来了，还有个事儿啊，你把工作辞了啊，每个月要交我的3000块，你怎么交？这条肯定违反。是的，小龙，你是答应过的，每个月要给你父亲3000块钱生活费，你打算怎么付？从我工资里扣。你工作都辞了，你哪来的工资啊？这，我从今天晚上开始，我每天在面房里从早到晚，我一个月要5000块钱不过分吗？还5000块钱呢？我5块钱都不敢给你，你每天浪费的面粉都不止500。这，不是，可是您雇别人也是雇呀，您也得给钱啊。我雇谁我也不雇你呀。我说多少次了，我这店不开，我要租出去，我收租金，收租金，你懂吗？反正我不管，我坚决不同意你租给别人。您要是租给别人的话，你也知道我的脾气。王小龙，啊，对啊，如果把面坊租出去，我就把面坊砸了。不要太过分，听到没有？你听到了啊？他说啥？他也把我面坊给砸了。就是他当面威胁我们，您别生气，算不算？小龙，你这话不能乱说。不是，我没有乱说。你已经威胁一次了。我们试试就知道了。试什么？来不及了。陈律师，麻烦你明天就把他给起诉。爸，方伯父，明天是周日。周日。周日我就更生气了，周日有多少餐馆跟面馆都不开的，你今天和这么多面卖给谁去去？我不知道明天是周日啊。两袋面，你还给我。付成，
日吧。对不起，我真不知道明天是周日。您原谅我吧。没空。冯伯父，小龙，去哄哄你妈就好了。哎，周日都不知道还在这做什么。你也活成这样，这怎么回事？哎呀！看到没有啊？从小到大看了20多年，什么时候看过爸爸手上有湿面粉过？为了救他，你别碰啊！什么都不懂，还想做面条？爸，这面大约得加多少水啊？一般来讲，4:1，四份面粉，一份水，它这个4:1之后呢，它这个关键还是和面啊，要和到什么时候感觉里头已经匀了，然后让它醒一醒，醒完之后什么时候擀到什么样了，面皮不会回卷。爸刚才说的都听见了吧？要不自己也拿一块试试。哦，你干什么呀？啊，我这一块还没活完呢，你拿那一块干嘛？瞎看什么呢？都记住没有？记住了。记住什么了？那个4:1。4:1，全世界都知道。还有，这还有这个，得加这个干面，然后有那个筋儿。你怎么知道有没有筋儿？上下左右，再活个50次试试看。爸，继续吧。不想吃，我还有事。都听着啊，自己试试。谢谢你啊，哥。谢谢天一哥。爸刚才说的都听清楚了。对不起，记错，几比几？4:1。还有和面感受，50次交给对，所以50次。